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打这个终极副本工会网的第三支科德许。好，那时间的部分的话呢，剩下13分。好，这一次呢，有可能是我们第一次推倒终极副本工会网，好，几率非常高啊。好，我们有43位朋友上线，然后没有上线的朋友只有7位。好，那这7位朋友呢，好，大部分都是因为家里有事情。好，那我们43位朋友的话呢，好，有大概有十几位吧，都是新的朋友，就是国外的一些工会朋友，那个是胖胖牛奶他协助帮忙收进来的哦，非常感谢他。所以我们现在也算是个联合国啊，就是有些人是讲英文的哦。We can make it， 我们可以做到。然后你看这个是 we know some we can do this is， 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学英文哦，不过这个也不用担心啊，我们这边话里面可以复活，可以翻译啊。我们快点回去啊！好，谁再快点回去？这老花，老花不要发呆啊！走，可恶，老花要发呆。加。我们把握时间，死掉快点回去啊！好，尽量出一分力。好。我们已经推了很多次了，其实我们前几次应该是有机会过的，但是因为刚好遇到那个锁账号的事件，就是有蛮多朋友离开了，哦，那整个工会有一段时间在重组，哦，在重组，重新建立彼此的一个信心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也差不多啦，哦，我们现在的工会呢已经快满编了，已经来到了50位朋友啦。好，哦，那会长的话呢，目前雪乃他已交给了没穿内衣。哦，梅川丽跟雪花纷飞，他们两位都是非常热心的朋友，哦，他们会努力的，哦，把整个一个氛围给他带起来的。OK， 好，我们继续打。我现在跟韩姐姐对，韩姐姐的话，她是从王国过来的朋友，她也是个低调的、默默的一个课长，很强哦，她基地也很强。哇塞！来看打科德许。哎，天哪！我打他都是回，都闪避。那我去打小怪好了，去打小怪，好让其他朋友压力别那么大。哇！我死掉了。好，飞上来之后再用这个引导走过去比较快。好，那这边有说了，就是大号不要打小怪，主要去输出王就好。好，那小怪部分的话呢，就由我这边来协助处理，因为我打不到王，但我至少可以吸收伤害。天啊，我连小怪打不到，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他终于打我了。好，去降低这些高战们的压力。好，然后把伤害给他引到外面去。哇，被大手一挥，挥死了。好，再来。Bonk 他说他开自动在打，因为他在收摊。他是一位那个在香港从事餐饮的朋友。好，那十点钟的话刚好就是一家门店的结束营业时间嘛，他就帮忙处理一些事情当中开自动，很辛苦的。好，那雪花纷飞说追过时间了，哦，应该是有机会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九条血，所以剩下9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只要能够每一分钟打一条血就没有问题了。啊，这个真的是很感谢每一位工会朋友的帮忙协助啊，出力啊，就是每个礼拜天的晚上10点钟，哦，就是要准时的上线来一起参与。哦，那也很感谢胖胖牛奶，好，哦，就是真的找了很多新的朋友一起加入。我们没有从星，哦，我们并没有从这个星星王国
或者是王朝跟恋曲这边拉其他朋友过来，因为蛮多朋友在里面的话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人际关系的哦，人一个感情在，所以我们不太想去动，我们从外面的流浪的一些朋友中把他找过来。待会这个记录完毕，好，我也要去睡觉了，不是睡觉，就是要关灯，不能讲话了，因为小朋友要睡觉了。因为是第一次啊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记录它，见证它。好开心哦！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后一只网，它会掉什么好了。哇！我们过去再看，过去再看。We know some， 他说 ignore monsters， 哦，他一样的在提醒大家不要打小怪，打王就好，打王就好。妈妈，你真的需要换瓶水吗？再不然等一下就要这样。弟，你先刷牙，先刷，我怕你会忘记。你刷了吗？好，那个科德许的话呢？哎，他有机会掉这个紫色的秘传卷轴。然后还有这个二阶的饰品还不错，非常好。好，希望这一次推倒的时候有机会看到这些东西的。还有七条血。好，加油加油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稳稳的打应该没有。哇，吉米也来打嘞！我记得他去玩阿斯达了，而且他还在阿斯达排名第一名。好，但是他一样啊，播控过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同乐。好，把这个王给他推倒，好，很感谢他。圈腹七 minutes， 六条血 ，We can do it。他们英文很喜欢加那个连字呢 ，it 就是。没穿内衣说鬼哥好吗？扛一头去看一下好了，鬼哥在哪里？哇！嗝屁的哦，其实我整个机体已经落后很多，因为我被扣了蛮多钻的嘛，然后这些时候没办法把钻石拿来提升机体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蛮多钻了，我会慢慢把机体给它补上哦。现在物价也变得比较便宜的，就是有一些人都搞好的话他就不会再搞了嘛，然后这些一些收集车的东西就变便宜，我就可以去搞了。那现在入场人员来到了45位，那没有入场的有德哥，好，这位外国朋友戴斯跟黑彩彩还5位。好，这个参与率算非常的高啊，好，算是非常非常的高。好，哎，对哈，我要跟他看鬼哥，他说鬼哥很猛，跑一圈，鬼哥在哪里？鬼哥怎么不见了？哎，海天哥也上来了，他通常这个时候都在应酬，因为他很忙，他做那个装潢的很多案子，常常晚上都要应酬。他一个礼拜有5-6天都要去那个桌子会闪亮亮的地方。建议说一下，等一下这几位朋友怎么都没在打，算了，他们可能在忙哦。因为刚刚有说，刚刚有说就是他在收摊，那女神是有普彩运，吉米有人称赞你。好，我们快点过去。非常感谢各位兄弟。虽然说外国人可能语言上比较没办法直接沟通啊，对，但我觉得蛮好的，就是至少翻译软体。好，现在 AI 很发达，所以我觉得这种跨国这些游戏还蛮不错的，
就是可以把 AI 导进来，然后直接做翻译。好，那现在科德雪化还有三条血，那时间的话呢，刚好变成剩余三分，所以估计我们有100%的几率可以推倒。哎呀，我这个应该要保持高点的血量，不然我可能会见证不到他躺下去的瞬间呢。哇，我这么远也打得到啊！我要打这只好了。哎，其实我是有机会打赢他的，因为他打我的话，我会复仇，复仇的话是必中的。哇！哎，没传那一老师他在这边，老花。好，我们快点回去，快点回去。我不想要错过最后一条血。BBONK， 他说有聪明卷可以发给我吗？因为他很可怜，他现在是负20几万钻，所以他没办法买东西。好的，科德雪化目前血量剩下最后一条的一半，好，剩下一半了。来，没穿内衣，终于推过了，耶耶耶！哇，大家都在撒花了。哎呀，这个是确实是可以撒花了，因为这个很确定啊，好，不会有变数了。哦，除非大家的临时断线，不然的话，这个肯定是会推得倒的。好，现在要注意的就是，我不希望在最后一刻看到他倒下的瞬间，我趴了、啊。好，哇，好多东西！捡。快捡！有好东西吗？哇，值得纪念，值得纪念！宝刀喷后排，哦，真的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捡了哪什么东西？我捡了这个水晶结晶两个，铁铸锭一个，黄金刻刀一个，老旧的飞行零件一个。哇，我怎么今天开到两颗这个眼泪啊？好吧，可能没有，对我来讲暂时没有什么用，不过蛮开心的，开到紫色就是开心。OK， 好吧，我拉远一点，拉远一点，记录一下今天有参与的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的参与，感谢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好，我要结束记录啦。那祝福各位朋友能够顺利的通过终极副本啦。好，通关之后呢，网会喷东西，就可以开心的捡了。拜拜。